老子《道德经》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光阴荏苒，岁月如墨，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，江山代有才人出。1994年，洪麒麟先生抱着问道的精神和济世的情怀，在首都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华美生化技术有限公司。企业经过20多年打拼，在洪麒麟董事长的带领下，中科华美连续收购了海内外多家公司，通过资源优化整合，正式成立了北京九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企业本着信誉、至诚、勇为、善道的理念低调前行，如今已发展成为集金融、房地产、互联网、健康产业、旅游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大型跨界综合性集团公司。那公司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呢？目标，首先我要把我的生命科技园做好，把它做成一个百亿产值的一个园区，就是说对他来说，他是个期望，他是一个希望的种子，这个希望种一旦播下，我就要生根，让它发芽，让它茁壮成长，让它开花结果，让它造福人类，造福于的家乡，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九鼎讲道修德，立业建功。集团注册资本2亿美金，总部位于北京 CBD 商圈，拥有员工2000余人以及万人的销售大军。旗下包括29家子公司，覆盖全国多个省市。在生物医药领域，中科华美被业界誉为中国快速成长型企业的典范。下属康怡堂等多家子公司生产3大系列9种产品。2013年，集团斥资23亿元，在江苏淮安黄金地段购地1000亩打造的生命科技园，是江苏省科技含量一流、未来出口创汇一流的龙头项目，并于2014年6月召开了盛大的开园奠基仪式。在互联网高科技领域，九鼎义务科贸有限公司构筑多元化的立体式 B2B、B2C、C2C 全新电子商务平台，客户交易额居全球网络领先位置。在房地产领域，2013年集团斥资4.8亿元，把位于昆山花桥镇的近20万平米的土地房屋进行收购改建，通过新的资产评估，预计市值达到30亿元。目前昆山科技生命园区与20多家企业签订了服务外包协议，与国家工信部合作的手机软件生产项目已经启动，预计年收益达1元以上。在金融投资领域，集团从2012年开始相继注册了九鼎华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北京贵道盈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、香港环球金融国际集团有限公司、九鼎金银街珠宝贸易有限公司、九鼎资本集团、九鼎宏基商学院，累计注册资本达3亿多人民币。在运营过程中，集团采用上线交易、实物交割、连锁经营、银行托管、质押融资、上下联动的先进经营模式，使资本运营运作顺畅，永保基业长青。九鼎资本集团为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金融主导者，不惜投入重金聘请国内外顶级金融专家，召集成功企业家，收纳银行、证券、风投公司、基金公司等专业金融力量，倾力打造了九鼎资本俱乐部，通过整合资源、发挥平台优势、帮助企业模式转型等手段，以投资杠杆撬动金融，以成熟的上市孵化体系，实现成百上千会员企业的上市梦想。事远为明，听得为聪。2014年，九鼎集团获国际贸易服务百强企业称号。贵道盈富公司在全国贵金属产业委员会的配合下，已培训贵金属交易师600多名，荣获贵金属副理事长单位殊荣。这是九鼎集团的一个里程碑，标志着九鼎集团迎来历史的新篇章。鼎乃古代立国之重器，
九鼎是智慧的凝聚，是繁荣的化身，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，亦是集团的文化内涵。一言九鼎，众志成城，华贵富足，吉祥昌盛。九鼎集团志存高远，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三大战略，一是人才培养的战略啊，第二个是服务的战略，第三大战略就是以后我们的以后平台的战略，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保持永远的长久的生命力。集团秉承九鼎精神，始终以更加昂扬的锐气、更加蓬勃的朝气、更加豪迈的勇气，高起点谋划，高标准定位，高质量推进，与天下有志之人共筑友谊之鼎，繁荣昌盛之鼎。